对呀、啊，然后一直盯着那个部位看，懂不懂啊？如果感觉不对，就重新调整一下姿势啊、手势、瞄准部位，对不对？很好，你看这力量好不好啊？太轻了一点，过来可以。啊，看好了，这球你打进了。一定要轻，否则要摔掉，是吧？